这几项都需要必须填的。哎，这个呢？这个肯定可以。车里声声带我们回那条胡同，阳光洒落窗下，晨雾和风轻手敲着竹筒，心藏记忆中。哇，怎么那么多人啊？我们是在哪儿啊？在那边，跟我来吧。哦，对。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借过。哎，同学，请问一下，这是艺语系吗？嗯，对。那负责的人呢？刚刚负责人去学生会了，好像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谢谢你啊，没事儿。不好意思，同学，让你久等了。没事。聊天好了。嗯。行。你去楼上办理一下住宿登记。好。诗音说，我们学校的男生长得像恐龙一样，这不挺帅的吗？对吧？下一个。帅了。学长你好。你好。你是少雪吧？你怎么知道呀？咱们专业今年一共就来了五个，前面四个已经登记过了，而且我对你的印象很深，你的外语成绩很高。来，你填一下这个表。嗯。这几项都需要必须填的。哎，这个呢？这个肯定可以。我叫莫海，大二。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可以来找我。好啊好啊。一会儿填完之后，上楼办一下住宿手续。哦，好。你的行李就先放在这儿，等会儿我帮你看着。好，谢谢啊。我看着呢。你也是新生吗？我不是你们学校的。哎，学长，那我先去办这个送年糕，你帮我看行李，我先去了。男朋友？不是。追求者？不是。那是哥哥。嗯。你们两个长得也不像啊。小雪她那么可爱，而你有点……我是她邻居家的哥哥。哦。现在邻居都这么客气了。队长，我办好了。这么快啊？宿舍往哪儿走啊？一会儿我带你去吧，反正离学生会也挺近的。学生会？对。我听说学生会有很多对外交流的机会，我特别想进。可以啊，一会儿把东西放到宿舍之后，我带你去逛逛。好啊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就去。好。那苏年哥你先回去吧，我跟学长就先过去了。啊？我走走，再见。走吧走。打通了。喂，哪位？你好，我找少雪。什么？都这么晚了还没回来？学生会活动多，他最近回来的都挺晚的。学生会？同学，你还有事儿吗？啊，没事了，谢谢啊。嗯，好，再见。联系上了？他学生会有活动。完了。玩什么玩？学生会啊，大哥。那可是大型的相亲现场啊！不信你自己去看看，你的邻居妹妹就跟那谁紫薇一样，正跟她的尔康学长
看看星星，看看月亮，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。跟尔康聊的那个好像是晴儿。傻儿子，这是重点吗？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只要学长宋秋波再也没有四五年歌，我跟你说呀，你要再不去的话可就完了。都这么晚了怎么去啊？我明天去。这就对了。问过了，少姐不在，那孙勇说可以去学生会找找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，不客气。哎，四个年过了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两天打你宿舍电话，你一直不在。啊，这两天我们学生会的事情太多了，都早出晚归的。都跟他在一起？对呀，我们学校来了一个留学生交流团，我们策划一个超大的迎新晚会，然后准备排练一个搞笑版的泰坦尼克号。哎，那不会是你演 Rose， 他演杰克吧？对呀，就是我俩演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你不会游泳？我们这是舞台剧，不需要游泳的。哎，不跟你们说了，你们聊啊，我先上去换衣服。哎，你换什么衣服啊？得穿好看点，不能在学校丢人。要不我带你们去附近转转吧。不转。哎，你们还没吃饭呢吧？我请你们吃个饭。不饿。哦，我去给你们买点喝的啊。不渴。你们今天活动在哪儿啊？我也去看看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是内部活动，这个外人不方便来看的。谁是外人啊？哎，人家俩是青梅竹马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啊？我好了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。天这么冷，穿的有点少了。活动需要，哎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小雪，嗯，那等你结束了，我去接你吧。不用了，我们一群人一起回来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把他送到宿舍门口的。嗯，走了，拜拜。哎，对了，孙年哥，门口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牛肉，你们去尝尝啊。拜拜。Thank you.